带你们看看曾经上万的颜值天花板布偶猫在农村狗市是什么价格。第一只就是海装布偶，正牌脸，大爆毛，马儿满背，长相甜美。多少钱这个价？这个要价三千。要价三千了。嗯。还能研究点不？能研究点，能。多少给你让点？多少钱？最低多少？2600吧。这个品相2600，我愿称它为布偶身价里的天花板。再看看这只布偶，姐，你也别说5000-6000的了，你现在这市场赌的都赌，你2500能拿我就带走。你赌那么多，你看看这品相，你给我2500。好了，姐，好了，一口价3000，我真不墨迹了，咱们都干这行的。那你不走不？正开眼，眼睛色度深，长相甜美，3000带走太划算了。再看看第三只布偶，多少钱这个价？3500。1000能拿不？1000。姐，你说个一口价最少多少？2000。1200行不？1000不卖，那行。大姐不实在，开口说3500，现在又说1800，既然你忍不住，那我就把猫抱回家了。